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四人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期夜幕山庄跑酷的视频啊，是非常精彩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对，没错啊，我是四人，重要的事情说三次啊。然后，从来没给大家打过这个夜幕山庄跑酷视频啊，我也是个新手啊，你们这个各位大神们不要喷啊，好吧？啊，我是个新手啊，各位大神们不要喷啊，被你们喷怕了，真的啊。这期视频呢，我是打了非常久。怎么说呢，第一把是 1v8 生存，第二把是花絮，第二把是怎么回事呢，反正就被抓了啊。等会那些大神们又说我这请演员什么的是吧，啊，我感觉现在不给你们发这种花絮都是演员了，我就都是演员了，都是不是。好，这时候我们闪过终结者，没错，还炸死一个啊，震了一波，大震啊。好，先撤退。他们两个说在干嘛呢，有点幸福啊，他们两个。哎，就我的单身狗在这跑酷。看他们两个幸福这么幸福，我操，不看了。好，先撤退啊。跳啊跳。我跳到花丛中了。3v11，被剥了皮，精彩的一幕将要发生了。3、2、1，啊，这期视频给你们解说的稍微欢快一点啊，倒了个僵尸啊，非常屌啊。怎么说呢？这些僵尸们都是我表弟啊，最后的时候都没找到我。我们去车库溜一圈啊，表弟们，我在这里。回，按错了，本来是按 F12， 录完了嘛，录完就按 F12， 按到截图键了。好，第二把开始了，这把是挺精彩的啊，啦啦啦啦，这里有个小僵尸，来，小龙姐。你呀，抓不着我。最后死这把的最后死因很惨，真的特惨，我不能形容有多惨，反正你们能想到有多惨就有多惨，知道吧？啊，瞬间来到3v12，这把最后是1v12，没错。嘿，我跳，来抓我，被我闪了吧？一群瞎子，1v12了啊，时间还剩下1分10秒啊，那个擦的，还有1分10秒，怎么办？有点像慌啊，啊，紧张了，怎么办？谁来救我？他们都看着我，虎视眈眈，怎么办？跑啊，快跑了！这里必须要上了，这里成功了。继续修啊修，修到外婆桥，我要悲惨的面对人生，我要悲惨的面对人生，就是这么悲惨。屏幕下方四人唯一 Q 和四等铁粉群啊，铁粉们你们都加一下这个群啊，好不好？你们这种喷子们就不要加了啊，铁粉们加，你们别看了视频，下次找不到我了，是不是？我上次作品好像听到好多宝宝都说什么。不能关注我啊，怎么都要找我，怎么地啊，对吧，啊，所以说你们加下铁粉群就能收到我一手视频信息啊，就像我今天晚上，现在是2016年7月20号的晚上11点31分啊，现在是7月20号，我 QQ 群里已经收到我今天啊，我以后要发一部这个夜幕山庄 1v8 的跑步视频啊。但是你们是几号收到的，我就不知道了啊，因为视频挺多的啊。好了，喜欢四人的加上 QQ 群还有我的 PU 啊，这时候有被破了群，这把也是非常精彩，最后是 1v5 生存啊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啊。好，这部视频就解说到这里啊，拜拜，放首歌呗，好吧，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说哥，欢迎收看本期 CF 视频。本期视频是来到生发金字塔，我手持拳击手套上去就是一脑壳子给他，可惜现在并没有变僵尸了。我一直都是拿着活动运营武器，妈的，这些活动武器实在是太屌炸天了。哎，这边有个变小矮子的。等我到了一定的时间，我上去就拿我的拳击手套上去就是一脑壳子啊！这小伙放屁，放黑不溜秋的屁啊！你等会，等你打红了先。哎，我来了，哎，死了！这队友可以吗？不让我刀啊！这队友绝对可以。哟，这放屁的又来了，哟，还想抓我呀？小心，我上去就是一脑壳子给你，这还有挂机不动的。可以当诱饵，反正这边没有赢，先来看一下这里边也没有赢。这里有个死在那里的矮子啊，这个矮子死了，我就不打尸体了啊。大家有没有赢？闪光弹，他们都被闪了，看来没什么机制啊，他们都被我卖了。这真的可以吗？好久没卖队友了。好久没卖队友啊，这一次竟然卖成功了。然后这个矮子竟然想蹦过来啊，不作死就不会死，我上去就是脑壳子给你，然后再蹦上来，马上就可以变老太婆了。抓他抓他，这小赛斯，让我再打一点血。哟，矮子别跑啊，你跑谁呀？这我把我开黑的队友给灭了啊，我开黑的变矮子了，这个挂机的削你屁屁。呀，再一个，这是吸金的葫芦娃，削你屁屁！哟，矮子，你跟踪我呀？你跟了多久啊？是不是很累？就你呀，放屁的，放屁的！本来想刀你的，后来让队友给削死了。啊，葫芦娃别削啊！别跑嘛，小绿，小绿别跑嘛！再一个葫芦娃，你再看那老太婆尸体干剩，看我同伴的尸体，来修身法，左右漂移，漂移。移别蹦啊，漂移漂移，身法秀起来。这老大有点傻乎乎的，还一个感染体不知道放哪去了，飞起来躲在哪，还是挂机嘞。来到下一个回合啊，还是比较刷金字塔这个点啊。上次我记得以前我被矮子的时候，不是被矮子抓的时候，不对，是被矮子挤到墙里面，我就嗝屁了，直接变矮子了。我记得那一个实在太屌了，呀，让我变了，我直接变女鬼啊，斯泰尔，斯泰尔，哎，哎呀，大屁股别跑啊！那灵狐大屁股跑了，我先拖一个菊花啊，这小伙应该也懵逼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小赛斯，小赛斯，小赛斯，呦，别跑，别跑，那我抓你嘛，来吧，抓你嘛，呀，这又是可恶的颜值，那我杀过你啊，这次就杀过你，那我来抓这个头菊花，哎呀，哎呀，天哪，差一点点，差一丢丢都没抓到啊！怎么这些人都有防化服啊，天哪，这还能玩吗？都有牛逼的装备，抠你菊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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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小伙手速挺快嘛，是不是撸了多年的手速，然后他就这么快的手速，我明显一直在那暗意我准备偷菊花了。哟，这小伙跑酷，让你跑酷啊，这小伙跑酷可以的。他还是被我抓了，好像我是抓了我小弟哦。哎呀，抓错了，我还以为是谁在那呢。这跑到哪个地方好？哪个地方好？我在哪个地方都不好躲。这要是终结者模式的话还好一点，这个模式哪也不能蹦。哟，我身边就跑来一个，呀呀呀呀！你想过来吗？你想过来，我这茉莉 AK 不让你过来。呀，这小伙还是挺坚强的啊！你是不是想死？你是不是想嗝屁？小心，我上去就是一锤子给你！呦呦呦，这小碎步，这小步伐，小步伐可以吗？修身法，这小伙应该懵逼了，懵逼的要跪了，又跪了，又跪了。哟，这么喜欢我呀！天哪，你这老大，嘿，上去就是一锤子给你，锤你脑壳！别跑吗？修身法，哟，不得了，这样都锤。